欢迎收看 Get Soda 这款小游戏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试玩呢。你好，我是老吴。今天呢我们就是那个天牛站的工作人员那样子啊，不知道怎么玩。他的工作时间是九点到几点啊？九点到二十到晚上九点，就十二个小时这样子了。然后我要干嘛？就是天牛吗？嗨，嗨，哈哈哈哈！天牛啊，天，哇！天牛，你们，天牛，我知道我要天牛，问题是，这是怎么样？等下啊，现在 control 是什么？这个是 use or drop， 拿起来，拿起来。我是想要天牛啊，我也想天啊，我也想天啊，问题是这怎么天法呢？这怎么天？这个拉不完的吗？这个这个也拉不完，哦，弹气的，你要信哦，我会弹回去，然后怎么天呢？哦，要对着准准，现在我是赚这钱哦，哇，要撞我了，等一下，要天完了，天完了，天了一百吗？哦，满了，满了，满了。然后可以走了，越来越多车了，所以说我的手脚要快一点，啊，我的手脚要快一点，跑不进，跑不进 ，Hello， 等一下，快点 ，OK， 你不要这样子，喂，贴完先，贴完先，不要赶脚，不要赶脚，等下了你们，等下用我的肉体挡住这个车，等下了，贴完了，赚一点钱了，所以说我就看我可以赚多少钱这样子吧。完了完了，啊，哇，直接飞掉啊，哦，不一定要一次，我不一定一次填一两个，我可以填很多，两一起的是吧？哎，小便，哦，如果按错的话他就，喂，不要不要，要给他停，要给他停，停，停，啊，停，等一下，哦，他会漏我的钱会扣我的钱的，对，时间要到了，快点，我要放空了，给我放空，天王自己会走的啦，啊，不会扣我的命，太多了，哇，太多他会这样的，太多的话他会扣我的钱的，没有工钱的今天，哦，我没有工钱的，三块，我不能分太多，那满了，拉起来，满了拉起来，你有地心引力的吗你？等下啦，哎呦，妈的，为什么我的钱一直扣的？Hello， 谁在一直扣我的钱？不要，不要，拿好来，哦，哇，200多块，你说什么东西在漏？哪里在漏水？哪里在漏？哪里呢？你声音在哪里？这里。我不要闯我啦你在台湾这样子会驾驶哇这样倒转过来好了啊 fashion 呢看不到啊360度等一下为什么这个啊这一次跑来跑去的气骂干的是吗太远了这什么我要打你我有灯了不错哦放空哇负122块我要添工钱给他我要添我的工钱给他地拉嘎撒谁要添油要出去外面找人吗 Hello 打油进去里面打油打好人来可能可以把它丢掉满了哇出红色是什么来的红包吗他发红包吗哇停没有钱了油起价了不要太滑哇没工钱了这是从麦克跑出来的吗是怎么样这两秒跟他交一点跟他洗车啦要洗车吗我们现在有外加的另外的服务哦是洗车哦先生你的车泡锚了吗先生呜泡锚就泡锚啦直接到弹出去直接到是弹出去的咚一下出去的不是
走啦！哇，谢谢你啊，先生，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呜，谢谢你了。经常来那边打油，知道吗？知道吗？啊，不要撞他了，他是我的 VIP。啊，接到，接到一点，接到一点，呜，呜，快点，又进店了。300块，300块，天暗了，天暗了。今天很多车轮店，今天的客户真的是非常踊跃的，而且非常的热情。虽然说他们是没有驾照了，看好来的，驾来，不是叫你洗车啦，怎么样？你拿钱来交，拿钱来交花吗？今天的，哇，哇，500，我还会加，为什么会加的？为什么会掉的呢？为什么我的粉会掉？我那个油还没有，我那个油还没有拿掉啊！你干的、啊？现在干嘛？我一直等他的客人，还一直扣我的钱，翻书。这次我们要破500，好吗？破500！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Spiderman 的车吗？管他了，这样也可以看到吗？最强打晕招数。先抛弃他先，这个爆了，这个他玩的时候会喷红包出来的，就是有点火红这样子。我的工钱，我的工钱渐渐的流失，我的工钱渐渐的流失，顶雷顶啊，顶雷顶雷顶雷，我看我听到我的钱在流失，问题是我找不到来自我的钱，钱，我的钱啊！这钱他卡在这里了，这样子。哦，满了满了，先生，你满了，你不要借债了。你怎么借债？上面我怎么拿 ？Hello， 哎呦，你吃什么你？你掉在上面干嘛？你又来又来，这什么他们？很喜欢接待那个你那边的。在打油站打工原来是这么辛苦了，不要这样子啦，打工而已啦，我只是打工而已啦，不要玩我啦，烦了你们，你还不打算回啊？那还不打算回啊？打算卡还是没到20？打算卡到明年圣诞节吗？是怎么样？这两辆，那两辆卡在这里是什么？杀了啊！下来了一辆，有一辆终于归西了。管他了，我要放工了，我要收工了，我先走了，我先走了，不管你了，走。你看，我直接走了，那个还在扣钱，渣的。这款游戏呢，就是免费的啦。那如果你想要玩的话呢，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下面那个简介那边，那各位可以去玩咯。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诶，通常我不会讲自己话，我不知道我怎么今天会讲。好啦，拜拜。哎，转个 look 俾咁样遮住块面咁啊，咁得噶。